诸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《论语讲记》礼仁篇第三章。子曰：“为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子曰：“为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若有人能心存仁，才能在社会上评论某人是好人，某人是坏人。”你若不是仁人，没有资格说人是好是恶，因为都是自私为己的缘故。有仁智才能亲善远恶，否则都不得其正。古之学者为己，古人学了以后先改自己。今之学者为人，现在的人学了以后专挑别人的毛病，天下动乱。吾劝你们先责求自己，将自己先管好再说。这章书写儒老人这个讲解比较短。那么虽然短那么意思也很深广我们还是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学习。好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